大家好啊！而家咧就系睇下几点钟先啊！哇，四点半钟噶啦喎！哦，而家我又喺呢个图书馆度睇咗半个钟头嘢，睇下先。而家谂住啊，翻出去先。诶，图书馆啲气氛都几好噶喎，去睇报纸啊，应该去啲学习啊，都喺图书馆度学啊最好。因为有咁嘅环境俾你去睇啊嘛，个个都好认真咁样，喺度睇书咁样，你可能你会受呢啲咁嘅感染啊，会去下咯。今天會笑呢，我想起呢就是我一個同學呢，唐玲，現在在柬埔寨那裡，那他拍一些照片呢，那我一下子不留意看呢，就看到呢就是好像點心那樣，實際不是點心，現在桶裡面有些花，那很漂亮的，那我一看，哇，那麼漂亮的 點心的在，那個柬埔寨那裡，那結果哇，好难食到呢样嘢咯，咁靓嘅点心啊！咁啊，后嚟咧就下昼嘅时候咧，我啊睇翻佢，佢话冇点心啊，咁我先再认真睇，哎呀，嗰啲唔系真系唔系点心嚟嘅，啲系花嚟啊，咁靓嘅花，咁肯定唔系点心啦，系嘛，所以咧就我又真系啊，你闹咗个笑话添，我原来我真系觉得冇可能有咁嘅点心，所以。咁啊系啊，后嚟我又知啊，真系，所以点心又咁靓，但系佢特别靓啲嘅，即系原来花嚟噶嘛，真系整到啊，真系好靓，
好，double。